你不是身体不舒服吗？谁不舒服了？这么好。我是一个死的呀。今天这节课1000米随堂练习不计成绩，但也要请每一位都严肃对待。现在也给你普及一点常识，亚瑟是强力半柔输出，你怎么能出帽子呢？你得出时光法阵。你看这关羽，他得穿另五双鞋，要不然他哪能跑得快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说慢点，我记一下。你们吃东西呢？谢谢啊。小雨同学，你好些了吗？老师，我还是有点头晕。那你好好休息吧。谢谢老师。一会儿你跟在我身后，调整呼吸。这可是我的强项，等着吃我身后的亏吧。来，准备。一、二，哎，小雨同学跑步啦！不是啊，小雨同学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啊，我跑不动了，我就差你那么一点。我落了你整整一圈。我不在状态上。下次再比。哎，哎，哎，阿美，天王盖地虎，包子真喝药，莫哈莫哈，脸怎么红了？精神焕发，脸怎么又黄了？怎么又绿了呢？饿了，吃饭。
说小叶子女士，你平生又不是第一次吃此等仙姑，为何你的吃相这么的不可爱？你说什么？我真的很饿了，我天天都爱吃，我吃不吃不饱。没问题，今天为兄早日下班，寻得这个火锅店，就是特地带你来吃。你这下就好了。老板，再下五块肉。班长，哎，有事情说，没有事情退下。你们真是够了。首先，要做什么事都要讲究效率。我们来这儿是开班委会，不是茶话会。其次，薛晓东同学，你在做什么？要开演唱会的话，请去校外，这里是学校。演唱会。烟花层高，闭嘴！坐下。这里是学校，学校是学习知识的地方，请你放尊重一点。不好意思啊。还有黄楠、黄奕，也请你们不要瞎起哄。交作业的时候也没见你这么积极过。好吃吧？还有你们俩，叽叽喳喳的八卦些什么东西啊？吃东西啊？还好意思说吃东西？吃这种垃圾食品，能聊出什么有营养的话题啊？辣条不是垃圾食品。你闭嘴。程同学，你又在做什么？我在发呆啊。你继续。我要回家复习功课了，拜拜，拜拜，哎，拜拜，这是怎么了？我们开这种班委会本来就很休闲，那就说明我当班长的很成功呀，我们班没什么问题，所以一切都很顺利。对啊，闭嘴。顺利？我看你们简直就是无组织无纪律，作为一个班长，扣子也不系好，成何体统？我喜欢这样啊 ，freestyle， you know。我看你是扣不上吧。开玩笑，谁不能扣上了？我扣不。难受吗？紧不紧啊？不舒服吧？我还没扣上啊。我不只是能口上啊，丹妮同学，我还能听。是谁？是他，是他的凶器。丹妮少侠，这可算等到你了！来来来来来，快走走走，你坐你坐，不忙我。哎，少侠，今天呀，请你来家里吃饭，是有个事想拜托你一下。哦，您说。哎，其实呢，我们家小叶子吧，哪儿都挺好的，就是吧，有时候有点马马虎虎的。所以说，在学校里啊，一定要多多照顾一下我们家舍妹啊，那这样我就放心了啊。能不能？他还小，不懂事儿，主要是不懂事儿。今天呢，哥哥呢就这个以水代酒，敬一杯，照顾好我们家小叶子啊！谢谢谢谢。哎，我跟你我你，他凭什么照顾我啊？你整天跟一个跟屁虫似的，都烦死了。跟屁虫，我跑起来能甩你十几条街。
再加上你最近吃圆了，还是你跟着我吧。你别以为你跑赢我一次就了不起了。那是我让着你，可你最近确实……我确实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胖了。叶子吃肉。叶子挺好，来，叶子吃点肉。真的胖了，该减肥了。300个仰卧起坐，不行了，有什么好的办法？好厉害哦！在下有一言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说。一看女侠，便知事成大器者。我知道，不过我爱听，继续。孟子曰：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矣。”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而死于安乐也。说的很有道理。我没了。女侠莫慌，灵石还有的是。先要做到有智有谋。刚刚在下翻到一记锦囊，便赠与你。哇，你看，智囊猛士真是太生猛了。此等炼体之术，简直是让人佩服啊！来来来。太好看了，我简直无敌了。你看，没了。女侠莫慌，灵石广购。啊！什么减肥方式？减肥方式啊，都找不到。没有认识的人，胖人要减肥的人，曾经胖过的人。夏冬同学，可以帮我个忙吗？就是。可以。帮我减肥。原来是这样啊。少事，少事。不过班长大人不是说求我办事请我喝汽水吗？为什么自顾自地啃着薯片？是这样的，我们今天开始减肥嘛，然后我刚才跑了一大圈，然后就开始饿了，我就想减肥之前吃点东西，刚才跑太远太饿了，钱只够买这么一个，不过你帮我减肥我肯定吃，没事，我也不在意。薯片这种高热量的东西呢，我也很少碰，大餐就更免了。作为一个偶像艺人，很注意体型的。放心吧，班长大人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既然你帮我保守了秘密，我就当还你一份人情。不要再惹事，我们开始吧。那班长大人会按照我说的去做吗？嗯。给我一斤零口诀。
若不是乌宁斯，若不是乌宁斯，大医生，若不是乌宁斯，很好，感觉怎么样？很好，有斗志。修条件了？但是还没吃完，吃完再念。你知道这东西的热量吗？碳水化合物约为11.2克，蛋白质约为24.1克，脂肪约为30.8克，所以热量加起来就是508大卡。一个正常女性所需要一天摄入的热量是1014大卡，你已经摄入了一半。你确定还要继续吃吗？不吃了。以后还要吃吗？不吃了。我就是活体热量表，所以以后要减肥就必须听我的，跟垃圾食品说拜拜吧。再见，师傅。再见。那你现在干嘛呢？是不是有点强？哎，好。准备好了吗，叶慕希同学？准备好了。好，第一组。看我，一、二、三，就这么简单？你来，20个。20个，100个，来燃烧我的脂肪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五，下去。五，离100个还有95个。六，今天就这样吧。该燃烧的应该都燃烧。一次要做20个才燃烧，一口气。起。起。站起来，再来。7个完全没有用，20个才达到标准。想想你刚刚吃的薯条。那些热量都不够你消耗的。下去。屁股越坐越大，想不想减肥？站起。肖东同学，肖东大人，能不能从简单的开始？然后，这些我根本都做不了。就在刚刚开始热身，现在才要开始。我一会儿教你3组动作，每一组做3组。起来，把这个热身给我做完。嗯，起来。9。平常这么 nice 的人，怎么变成这样？一说到减肥，我就会变成 nice 小东，变成 bad 小东。减肥还想要 nice？ 就起来。下去。坚持。就是你的脂肪，你的体脂含量，不可以，加油，你可以。啊，我是女的。停。啊。谢谢。我在你旁边跑，你跟着我。嗯。来。加油。离重力还有1.5公里。你说的容易啊，你来啊。我来啊，让开。
看好了，走。很简单的，喂，用心。这增肌跟减脂啊是相辅相成的，你要想减脂，就必须先得增肌。这力量训练啊，少不了。你误解把我叫进来，这是为了说这个。你看，前面还有1.5公里就到了。坚持就是胜利。是个恶魔，不觉得呀？我觉得他就是个天使。不是，一说到减肥这个话题，他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，真的，太吓人了。那你就别减了，减什么呀？不行啊，我发过誓了，我发过誓，太丢脸了。我说不要。不过呢。我觉得我们家肖东认真起来的样子还是很有魅力的，要不要我考虑一下也加入你们的减肥计划？我百试不胖，算了，不减了。泡奶茶去了。怎么了？手脚痛，不能动。走，吃饭去。吃什么？喝水。吃麦片。吃饼干。闭上眼睛。啊？闭上眼睛。小眼睛，走吧。嗯，去哪里？下面。回头看。不要偷看。好，3、2、1。健康活泼，给我。嗯。这是我这辈子最感动的事情，我好想你。羊肉呢？生菜100克，30大卡；娃娃菜100克，50大卡；空心菜100克，80大卡。总共这顿丰盛的晚餐加起来才310大卡，放心吃吧。蘸料呢？哦，对了，
我给你亲自调制的酱料，不加盐，不加辣椒，放心食用，零脂肪。开动吧。来，多吃点。你试试我调的料。好吃吗？我听说你生病了。嗯。很严重吗？嗯。你看，都说不出话了。其实我这段时间，我还挺自责的。是不是我的强度太大了？嗯。我知道我不应该拿一个男生的标准来要求你，但是你知道，我都是为你好。我这个人呢，一说要减肥就特别认真，这个呢，我觉得吧，我们可以重新启动一个计划。再不影响你健康的方式，对不起啊。谢谢。那我走了。哦，还有，餐饮还是要监管。走了，拜拜。再叫我给你带零食了。嗯。你不是要减肥吗？你不知道他有多可恶，他都不给我吃东西，连巧克力都不能吃，好恐怖。啊！你不是身体不舒服吗？谁不舒服了？这么好。所以你是在骗我？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，我有可以这样子？你真的有良心吗？我没有，我没有，不行！你这样对得起我吗？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啊！不是这样的！你现在就跟那个巧克力说，你要离开他，你讨厌他。你想过来，你说，别说，你不喜欢他，你讨厌他，你要永远的离开他，你说。你说，我爱他。你爱他？你迈开高抬腿。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巧克力。
哎，叶女侠，别睡了，别睡了，快起来收拾收拾。有一个姓薛的同学来找你了，啊，快点了啊，我跟下面等你。独家秘制的营养早餐，富含多种维生素、植物纤维，还有丰富蛋白，足够唤醒一天的活力。哥哥，这是给您的。哎，这还用我的份儿啊？这小伙子真是懂事啊，懂事，有前途，有发展啊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今天觉得我自己充满了这个力量啊！哥哥喜欢，我再给哥哥来一杯。哎，不用了，啊，小雪同学，你这个好意呢，我就心领了。刚才我就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，我觉得我这个人生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。我决定了，我应该为祖国多做一些事情，为祖国添砖加瓦。虽然今天是周末，但是我决定去加班。这个舍妹就托付给你了。哥，谢谢。哥，再来。哥，带我加班，带添砖加瓦，添砖加瓦，添砖加瓦啊！回来，不然我们再多加几个兄弟。坚持，最后五个，快起来，起来。现在要坚持，你可以，不可以，你可以，你可以，快，加油，你可以，再来一组，不可以啊，再来一组，没有什么不可以，可以，不行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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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沙发是一切动力的后援，你想干减肥？不可以，起来，拒绝享受，要变大胖子吗？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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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，现在。不可以！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不可以！现在！哎呀，够了！你要看电演唱会吗？演唱会？哪来的 ？DVD。可是我们在健身。但是我花了好长的时间，而且我特别特别想要看。真的想看，大概15分钟好了。跑你！来来来来来！你看这个对吧？这个很难找，对吧？我花了很多时间。你要喝什么？冰矿泉水。OK， 放在冰箱了。谢谢。哎，这个不重要，不重要，不重要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表演多帅啊！这个甩头发，你看帅。你看这个动作是不是很难？你是不是学了很久？我学了好多年，我都学不会。这个动作还挺难的，我当时学了很久。你看，你是不是很辛苦？这段时间，这段时间挺辛苦的，每天训练得很晚，很累吧？你看这个动作，我觉得你是时候放松了。你看，你看这个动作，你怎么不会瘦下来呢？啊？我们公司给我最近拍的通告也太满了，对吧？应该放松放松。对，放松。我教你怎么放松。你教我。跟着我。头脑放轻。
情，一切都没了，跟着歌一起。